110年5月20号，漫步山林，这里是汉心梯道。从慈雾寺往上走，不到1公里就到这个入口。右边可以到天目古道，左边可以到翠峰瀑布。小径清幽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来这里至少有2条路径。来到这儿，仿佛无人圣经。献唱鲜花鼓吧。鲜花鼓，鲜花鼓，芳菲小舞，芳菲小舞，种种瓷白金黄色，香如故，香如故，灵光偶来此处，喜救助，喜救助，曼妙丽路途，与你翩翩飞，与你翩翩飞，翩翩飞，飞进芳菲谷，飞进芳菲谷。